来得正好，介绍一位朋友给你认识。工作继续。如果 ZZ0147 是深炉魔像厂最后的维护机械人，吉吉打声招呼吧。对话程序终止。那东西还真大，我们的工作被中断了。设施里没有能源，但角落里的那具战争魔像看起来很完整。如果我们能在里面待上一会儿，不受干扰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将它重新启动。没有隐脉的资源，没办法建造魔像。虽然该处几乎是自动运作，但是几世纪前废弃了。你有什么疑问？愿你的齿轮运作良好。我有些主意，我们开始吧。有什么指示？我准备总结一下已知情报嘛。有一台完整保留下来的战争魔像，要是能重新启动，我们得让水力发电坝恢复运作，为深炉魔像厂提供能源。没有隐脉的材料，没办法建造战争魔像。吉吉的电弧焊接器应该能修理设施的设备。愿深渊的明显。勇士，我跟吉吉先去水力发电坝等你。你现在面对的是黑铁部族的摄政女王。
敌人入侵，我们需要防卫者。我知道这是你擅长的领域。水利系统在厂区内发现障碍物，就在主要渠道里。你得进入水坝，手动排除障碍物。小心点，我猜你不会是里面唯一的访客。算闲晃一两天吗？小心点，每走一步都会消耗图腾的力量。放心，脑部还很恐怖。
放心。
们别想用出那一招。把他们赶到我这里。这是你的战利品。小心一点，每走一步都会消耗图腾的力量。
系吗？排水系统的面板上没有显示任何阻碍。有事，等我一下。继续行动，靠我的脑力和你的臂力，我们会让这座古代设施恢复运作。
头，我只是在想事情。我派了吉吉去查看隐脉里的设备，等我完成这里的维护工作后，就会去找你。吉吉最初的发现，似乎没有粉碎者收到电力。去附近的变电站看看，有哪里出错了。进入主要传送管道，在变电站四周看看，你可能需要更改附近电力管线的配置。由于管路破损，水无法送到锅炉那边。如果照正确的顺序打开阀门，应该就可以把水送往有在运作的管路里了。在整个设施里的机械和建筑中流动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去对付那些被夺走的粉碎者吧。吉吉的电弧发射器应该能帮忙对付那些粉碎者。
在设施的最北端有一个巨大的洞穴，最后一批粉碎者就在里面，找出控制他们的主开关。好，外来者，我们重新恢复运作了，现在该来发挥一点创意解决问题。机械必须被妥善保存，继续工作。我是机械的代言者，
需要你站在这里发呆，去看看这场骚动是怎么回事，不然我就开除你。我负责管理文库。哎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该带更大的朋友过来。你猜如何？我们的确有带。吉吉，上！设施重新启动，战争魔像开始活动，产线也恢复了。小队打包闪人，我知道何时该撤。愿深渊的冥想永不止息。对话程序启动，我保证你的名字会被记载在文库之中。危机四伏，我们必须应对安苏瑞克那群竞争者怪物的纯粹力量。勇士，游侠将军，先驱者开始攻击神域之墙。他开始下第一步棋了吗？他到底在计划什么？